那些小铲，等一下。他这怎么办？这包好像填不了。不打我。这不打我。人呢？走了，不跟你玩了，胆小鬼。知道你在哪，但你不出来，我也不想跟你玩了。说不支持了。去吴府吗？去啊，去啊。但是他这种不敢打，要不然就偷袭我了。你只能偷袭了呗，也没办法了。看他能不能把我偷袭死了。啊？什么？我二级偷袭傻子可喷死了。
船呀。这个人果然是他的那个队友。我勒个豆。我勒个豆。牛了。